哇，你看这是什么？ banana 蛋糕。banana 蛋糕，这是阿姨辛苦从日本带回来的限定香蕉蛋糕。你看这个皮卡丘也太可爱了吧！哦，还有小叮当哆啦 A 梦的哎，还有小鸡造型，每一款都超级可爱的。我们现在开给大家看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来开猫咪最喜欢的皮卡丘香蕉蛋糕，好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。开起来吧。嗯。里面就是一个香蕉蛋糕的造型。悠悠，打开吧。好期待哦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哎，它的介绍啊，给大家看，好可爱哟、哦，皮卡丘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对呀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最喜欢可爱的东西了，这怎么吃得下去呢？太可爱啦！打开来，这样有点难打开。我刚有洗手。哎，给你吧。你吃的时候要讲皮卡丘，它才能让你吃哦。来讲一下，皮卡丘，变成皮哈丘了啊！哈丘，哈丘，皮卡丘。哎，给大家看你的。皮卡丘没有吃掉了，吃下去吧，短哟短哟，有短哟，它可不可以短哟短哟？应该很有弹性吧？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我看一下内馅，是香蕉对不对？香蕉口味吗？嗯，好吃哦，好吃哦。嗯，然后看它这里，它这里是香蕉吗？嗯，啊，借我看一下，谢谢。香蕉，就这样。你看皮卡丘变这样，欸、第二盒我们就要来开哆啦 A 梦，这一款也是限定版的哦。你看，它死。那个刚才的皮卡丘已经被悠悠吃掉了，我们现在要来吃哆啦 A 梦。打开我们的第二盒。哇，是哆啦 A 梦的造型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可是它这哆啦 A 梦感觉没那么像，对、啊，它是下面那个这个，不过还是很可爱啦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一个香蕉，对，它是一个哆啦 A 梦香蕉，哆啦 A 梦变香蕉了，图样哦。哆啦 A 梦的图样，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开吃吧，看看是不是也是香蕉口味。打开了吗？开了。然后你要端哟端哟给大家看哦，好不好？哎，把图案给大家看。端一下。哆啦 A 梦在端哟端哟，那你要吃哆啦 A 梦的时候，你要昂昂昂，快点，昂昂昂，吃吧！来，我看一下，也是香蕉口味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吃不出来是不是？没错，我们哆啦 A 梦也是香蕉口味，嗯，好吃，好吃又可爱。我们的第三盒是小鸡造型，也是超卡哇伊的，日本人就是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案，这个小鸡鸡好可爱。
对啊，这小鸡很可爱。那我们打开来吃吃看吧。好，我们现在也把我们小鸡造型给打开吧。哇！来给大家看，短又短又短又的小鸡。好，来吧。哎，小鸡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哎，我是有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小鸡怎么感觉要那个？这很 Q 弹，很 Q 弹哦。好，那你要叽叽叽叽叽叽叽就可以吃它了。啊叽叽叽叽，啊叽叽叽叽，好吃吧。来，我看一下里面的内馅，看来还是香蕉，对不对？嗯，是不是？对，三款都是香蕉口味。来，帮我拿一些吧。为什么都是香蕉？我们的最后一款草莓，限量的草莓是新品耶，我们来吃吃看这新品好不好吃。从哪里看？好，把它打开吧。开箱草莓，草莓口味，哇，锵锵，它是一个草莓。对啊，哦，它做成像一个草莓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的，然后它的就有盒子装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草莓。没有，要撕开了。好啊，来吃吃看草莓口味。我闻到草莓味了吗？很浓吗？很浓。借我闻一下好吗？哦，这是超浓哎，好像草，哇，草莓味好浓哦。哎，还有香蕉的皮。好。试试看吧，短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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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不会弹，短又短又好吃吧，给大家看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可以给我看一下内馅吗？看让大家看一下嘛，好吃到你要抢着去吃是不是？哇，这么好吃哦，迫不及待了你，好吃哦。嗯，你觉得香蕉好吃还是草莓好吃？草莓哦，所以全部里面你最喜欢吃的是草莓口味，可是我最喜欢的是皮卡丘造型。这个香蕉蛋糕真是太可爱了。哟，今天的香蕉蛋糕好吃吗？好吃。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哦。大家拜拜喽。拜拜喽。